原标题：二战老照片，美军俘虏日军士兵，十三四岁的儿童也拉出来参战。二战时期的老照片，美军在冲绳岛战役中抓获的日军战俘，两个穿着军装的儿童兵，看身高和稚嫩的脸庞，大约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。二战时期的老照片，二战时期波兰大屠杀中被殴打的男人，他在地上爬行，脸上溢满了鲜血，旁边观看着无人伸出援手，反而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，暗示被殴打的男人身上散发出来令人窒息的恶臭。二战时期的老照片，德军在1941年攻入苏联，在苏德边境，一名德军士兵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。二战时期的老照片，苏德战争期间，德军进入乌克兰地区，沿途受到乌克兰居民的欢迎。不过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为德国随军摄影师镜头主，按照西方的史观，这张照片可能为德军的摆拍照。二战时期的老照片，在苏德战争时期，德军进入苏联的一个小镇，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小镇已经沦为了废墟，从而也可以想象到在这里经历了多么残酷的战争。二战时期的老照片，在苏德战争之后，一名苏军士兵从 T26 坦克中走出来，向德军部队投降。照片中苏军士兵举起了双手，返回搜捕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